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睇即時攻略，同大家跟進中港股市而家個走勢。咁見到內地股市靠穩噶，上證指數而家升緊10點，報2899點；深證成指升37點，最新係報10259點。至於滬深300指數升17點，而家最新係報3129點。創業板指數咧係升6點，報2125點。港股方面都係輕微靠穩，升緊68點，升幅0.33%，報20578。國企指數方面升24點，最新係報8664點嘅。呢一次嘉賓請嚟阿奴同我哋跟進下焦點嘅板塊啊。阿奴你好，阿主持好。阿奴今日都見到個別嘅板塊咧有啲異動嘅情況，當中就係見到煤炭股啦。今日都有個明顯嘅升勢啊。咁睇翻消息面方面啦，有報道指咧，從太原、唐山等等嘅地方嘅焦煤啦，煤焦鋼鐵企業嗰度瞭解到啦，隨住鋼鐵價格咧係迅速回落啊，上游焦炭、焦煤價格已經唔係好似前兩個月嘅強勢啦，但係動力煤上漲嘅動力咧仲係進一步喺度積蓄緊入。咁陝西榆林同埋山西北部仲有內蒙古動力煤價都有唔同幅度嘅上漲。一個星期嘅漲幅喺大概每噸5蚊人民幣左右，有啲分析就話啦，七月下旬咧動力煤漲價幅度咧可能會超出預期啊，咁都見到 A 股方面咧啲煤炭股都係向好翻嘅，咁而家兖州煤咧都升緊咧係超過3%啊，啱我哋睇翻啦，即係呢個消息啦，會唔會都令到煤炭股有一輪嘅追捧咧？其實睇翻成個六月份整體而言啦，煤炭股表現係唔差嘅。咁最主要市場現階段都憧憬緊你話煤炭股嗰方面啦，後市嚟講會有條件做翻好少少。最主要都憧憬翻呢啲動力煤嘅價格啦。未來嚟講有機會出現一個明顯啲嘅反彈嘅，主要原因就講緊啦，一直以嚟個煤炭行業產能過剩個問題就非常之嚴重嘅。咁但係大家都預料翻啦，第一方面啦，產能過剩個問題有機會從谷底咁樣改善啦。咁始終講緊嘅現階段都積極咁去減少翻一啲個小型煤礦個生產啦。第二方面就講緊啦，其實最主要市場憧憬翻嚟緊未來傳統嘅旺季啦，動力煤個需求增加啦，有機會帶動翻個煤炭價格反彈，因為睇翻一眾嘅火電廠啦，其實現階段個煤炭個庫存量處一啲比較低嘅水平，咁從過往嘅歷史上面見到啦，煤炭個庫存如果處於咁低嘅水平下啦，一旦真係講緊喺當傳統嘅旺季嘅時候啦，動力煤個需求真係不足，即係講緊係有個開始嘅火電廠唔夠嘅情況下啦，當佢哋要去搶煤嘅時候，個煤炭個價格一定會有個反彈，咁而事實上啦，講緊現階段嚟講啦，就講緊無論煤炭公司又好啦，或者係講緊一啲電器公司都好啦，煤炭個庫存就真係唔高嘅，咁所以啦，嚟緊未來啦，唔排除真係有機會反彈，咁但係我覺得啦，你話個反彈幅度啦，我自己就睇翻未必話會太過犀利，因為始終講緊啦，產能過剩個問題都仍然係嚴重，咁但係我相信啦，你話如果個煤炭價格真係能夠見到反彈嘅話啦，咁相信對成個板塊嚟講都有造成一個支持作用喺度，咁但係啦，我覺得你話正如之前所講啦，六月份整體而言呢個板塊已經反彈咗，都表現已經叫做比較強。除非真係見到個煤炭價格有個比較明顯嘅反彈幅度喺度啦，如果只係輕微嘅反彈嘅話啦，我相信呢個板塊啦，未來嚟講個刺激作用就相對地有限。咁我諗自己個睇法上面啦，呢個板塊係有條件睇好嘅，咁但我都覺得投資者就唔好過分地樂觀啦。始終如果論基本因素，呢個板塊仍然係有比較多嘅問題喺度，咁所以呢個板塊我覺得現階段嚟講啦，只係適宜短炒嘅部署嘅。咁睇得個別嘅股份啊，咁當中咧就見到動力煤啊、中煤能源咧，咁之前公布咗五月份嘅煤銷量啦。五月份的生產經營數據顯示啦，煤產量按年係跌32.6%，去到657萬噸；煤銷量按年係跌22.7%，去到1089萬噸。咁當中嚟自係商品煤銷量咧，按年係跌31.2%，去到705萬噸。累計頭五個月啦，咁煤產量按年係跌7.9%，咁至到係3379萬噸，煤銷量按年跌0.9%。咁啊，阿奴呢個數字係咪都反映翻頭五個月咧係做得比較差，定係其實已經係好過預期？咁同埋都見到佢股價咧創咗一個月嘅高位嘅咯喎。嗱咁咧睇翻嘅，對於煤炭股嚟講，如果睇翻佢哋嘅產銷量啦，整體表現都其實最主要都係反映緊產能過剩個問題非常之嚴重啦。咁但係我諗咧，其實睇翻到嘅個數據上面啦，整體
而意義不大，但是我覺得可以值得留意就是講緊啦。如果你睇翻呢啲嘅數據上面啦，整體而言啦，雖然你產應嘅個產能過剩嘅問題都仍然係比較嚴重，咁但係咧，我覺得值得留意就係講緊啦。其實個數據都有慢慢改善嘅情況喺度，咁但係未來嚟講啦，都反映緊其實你話未來嚟講能夠改善嘅空間真係唔大，因為最主要原因點解個行業突然間產能過剩嘅問題比較嚴重啦？最主要都同國家嘅能源政策係有個比較大嘅關係喺度。始終講緊未來呢個喺十三五規劃當中啦，相信你話講緊新嘅火電廠個設備個建設個增量啦，唔會話太過大。我相信你話中國嚟緊未來啦，都會慢慢減少對於呢啲嘅動力煤個依賴嘅。咁就只要減少咗呢啲嘅依賴啦，即係講緊煤動力煤個需求啦，嚟緊未來都會逐步下降嘅情況下啦，咁都只會導致到產能過剩嘅問題越嚟越嚴重。咁所以嚟緊未來啦，呢啲嘅煤炭公司都要去減少翻，唔可以再積極盲目咁擴充翻個產量啦，甚至都要減少翻佢哋嘅產量。咁但係對於龍頭公司嚟講啦，我相信個影響性現階段都唔會話再太過大啦，因為講緊現階段內地都見到啦，最主要減少產量都係來自翻一啲關閉翻一啲小型嘅煤炭廠等等啦。對於大型嘅煤炭公司嚟講，未來嚟講啦，嚟緊未來最大嘅問題就係講緊啦，之前可能你話不斷咁去劈價促銷去減去淘汰翻一啲細型嘅煤炭廠，咁但係啦都淘汰到七七八八啦，可以淘汰嘅都相信淘汰咗一大部分。咁所以未來嚟講啦，會唔會再出現好似以前嗰段時間見到不斷劈價去減價去銷售啦？那個情況就未必話會有機會發生。咁所以呢個板塊咧，其實我覺得就有機會啦。個最壞嘅時刻係過咗，咁但係即使最壞時刻過咗都好啦，未來嚟講代唔代表啦個前景或者個基本因素會改善，可以做翻好少少啦，又相對比較困難嘅。始終講呢個板塊都係的確欠缺政策嘅扶持，咁所以我相信你咁未來嚟講啦，你話如果你係喺個傳統嘅旺季上面，煤炭價格能夠反彈啦，的確有個短炒嘅部署喺度。咁但係從個中長線嚟講啦，即使煤炭板塊現階段個估值啦，你講緊一三大嘅煤炭股個估值都係非常之低殘都好啦，我覺得未來嚟講個不明朗因素仍然係非常之大嘅。咁所以話中長線個投資角度上面，我覺得都不是講緊個直播率啦，就或者個投資個味道啦，或者嗰個回報率都未必話真係非常之吸引嘅。嗯，好話明白。咁跟進完個煤炭股，當然咧都要跟進埋就係火電股啦。見到煤價咧有翻個反彈，頭先阿奴都有分析過啦，可能短期內都會見到煤價有個上升嘅趨勢，因為庫存比較少啲，有個搶價嘅情況。咁係咪與此同時都意味住電力股咧嚟緊係更加冇運行咧？咁見到今年到而家啦，其實電力股個走勢咧，都岌岌向下，比較弱啲啦。咁因為一嚟咧就係個經濟增長係放緩咗啦，咁仲有都見到個煤炭價格回升啦。當然同埋個政策方面咧，都頭先都提到係唔會扶持呢一個板塊污染嗰個因素啦。咁如果煤炭價格回升嘅時間，電力股係咪可以繼續咧，即係會向下咁樣去行咧？嗱，電力股我覺得更加不宜沾手嘅。咁的確冇錯，如果未來嚟講一旦個煤炭價格反彈，對電力股嚟講可能造成嘅衝擊會比較大，因為講緊個業績上面啦，過去呢三年嚟講，電力股嘅業績有個好強勁嘅增長表現，最主要都受惠翻個煤炭價格下跌。咁所以調翻轉頭個角度上面啦，如果個煤炭價格反彈嘅話，對佢嚟講個影響會相對比較大。咁甚至未來嚟講嘅，除咗唔受政策扶持到啦，咁另外有啲因素就講緊啦，嚟緊未來個火電價格仍然有個下調嘅空間喺度啦。咁始終講內地好積極咁樣推動一啲嘅煤電聯機制喺度啦，煤炭價格跌咗咁多嘅情況下啦，其實個火電價格仍然有個下調嘅空間喺度。最重要就係講緊啦，呢個板塊現階段對於市場嚟講啦，唯一嘅炒作因素好多時候都憧憬翻呢啲嘅電力公司，可能受到可能嚟緊未來啦，有機會受到母公司注入呢啲新能源資產等等，這個是唯一的憧憬來的。但我覺得如果你是純粹炒這個因素，那個直播率真的未必太過吸引，因為很多時候注入這些新能源業務上面，究竟個注入的金額是多少，或者是說是不是以一個很吸引的價錢去注入，都仍然有個很大的變數在這裡。所以我覺得這個板塊其實未來來說面臨著的風險因素會相對地比較大，我覺得投資者是更加不宜佔手的。嗯，我明白。但是呢，剛才除了即有個改革的因素憧憬或者注入資產的因素憧憬之外，還有這個板塊都大家留意到是比較高息啊，例如係902啦，現價嚟講咧，其實個息率都去到10厘7咁上下，10.7% 嘅回報率啦。咁我都見到即係煤炭價格上升嘅時間啦，反而咧佢哋嘅即係咁高厘數嘅回報可以去考慮一下去買翻做中線嘅部署。我更加不建議的，因為講緊好多時候股息都是一些過往的表現啦。咁其實未來嚟講，本身呢啲電力股不會話本身係有一些很高的派息嘅情況喺度，因為講緊啦，其實內地的電力股同埋可能你話香港上市，可能你話電能實業啊嗰啲等等的表現啦，係完全不同的。咁你話講緊啦，香港的一啲嘅電力股，可能真係從事公共業務上面啦，唔會有個好強勁的增長空間喺度，一直以嚟都有個好穩定的現金流。咁但係對
於內地公司的電力股嚟講一直以嚟市場的最大焦點都係講緊啦，隨住內地的經濟發展電力股都可以有個好強勁的增長喺度，因為講緊不斷起一啲新的電力廠等等啦。咁但係未來嚟講第一方面電力廠有冇一個新的投資喺度啦？第二方面啦，隨住近期嚟講啦，講緊一啲嘅火電價格下調啦，咁都令到啦佢哋個業務個增長空間唔係話太過大。咁如果你睇翻過去嗰三年嚟講啦，咁你係講緊電力公司，的確冇錯嘅，公司個股東應佔日利都保持住一成幾兩成以上嘅增長速度喺度，最主要受惠翻個煤炭價格下跌。咁但係今年個業績開始啦，咁好似講緊902嚟講啦，咁見到佢哋首季嘅業績都有個倒退嘅情況喺度啦。今年能唔能夠維持翻個拍息狀況喺度，有個好大嘅變數喺度。咁甚至講緊咧，如果嚟緊未來嚟講唔能夠受到政策嘅扶持啦，咁公司嘅業務啦都有機會持續轉差。咁如果個煤炭價格再進一步反彈嘅話啦，咁對公司嘅影響會更加之大。咁所以未來嚟講能唔能夠維持翻個拍息水平啦，有個好大嘅變數喺度。咁所以啦，再憧憬翻啦，佢哋能夠派翻以往個息率或者甚至講緊啦減派息嘅幅度有幾多，有個好大嘅變數喺度。咁所以啦，從佢博佢翻，可能有維持翻一個高派息嘅因素喺度啦，我就覺得未必太過吸引嘅。好啊，明白。同大家睇睇煤炭股啊，今日個表現先啦。中國神華係偏軟跌四仙，報12.88。演州煤咧升幅挨近3%，係升0.13，最新係報4.77。中煤能源偏軟跌三仙，報3.75。阿奴，頭先我哋講過股份，請問有冇持有㗎？都冇持有㗎。多謝曬你嘅分析。休息一陣，轉頭翻嚟會有普通話嘅直播環節，陣間再見啦。